你要干啥呀你？在这儿报警了，这警察给抓起来。你好，我娘，别嚷！你是不是骗子啊？啊？几点了？装修啊？这是干啥呀？那床底下有啥呀？整天在那豁楞也不分个点儿。哎呦我去！你怎么不明白呢？这不睡觉点儿吗？你瞅着他，你说他多不享受，你说他整天给大家吹空调，给你关上。那谁家空调能抑制他呀？那得啥家庭啊？那得啊，热啥？你知道啥？你听这身上吹的冰凉的，你就为了健康，你也不能一直这么吹。啊，妞妞，刘花，你闭嘴！不是你怎么不明白呢？你看见后边那大爷推小孩那个，看见没有？人天天在楼下待着，人也不用开空调。这回你看明白了吧？这里外里这得省多少钱这得啊？要不咱也出去凉快凉快得了，行不行？算了，不去了。楼下有一个大纸箱子，快跑！一会儿被大爷捡走了。这集教大家做一个手工猫窝，就做成这样式儿。使给我啊！使给我。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其实我是一个手工艺者。第一步就是把纸壳剪成一条一条的，拿过来，好不容易剪的，给我。第二步就是把纸条卷起来，完了越卷越大，这样式的，这样式的，这样式的。行了，猫窝做到这一步就算做完了，虽然跟之前预想的不太一样。哎，给我回去！你怎么不明白呢？这虽然是不好看，但是它好用啊，像这种的。随便不说，猫咪家庭，你要当灰猫咪啊？又是有空调的，这多会享受，你说啊？他还蹬腿儿，一天天的，你说他咋这么恨人呢？你说他啊？哎呀，把你给醉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咋的了呀？下来干啥？哎呀！哎呀！咋的了？又看着啥了？我去！天了卢五娘给我开花了，娘娘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终于养开花一盆了。娘给我开花了，你啥也不明白，你就对娘屋好点啊，别老吓唬我。你说干啥呀？啊！你走，有油娘污蔑你，哎，看着花给我咬的，没一个好地方，你承认？啊！手疼！哎，这怎么整你呢？我现在我就是好。那你过来呗，你是不是喜欢我手了？整天打我手是不是？哎，这回你打吧，来，给你。喝咖啡吗 ？Hello, it's me。咋不打我手了，行？别踩了，别踩了，我屁股拿走。哎，收拾你毛不管啊，啥事都想参与参与，你说你能看明白啥你啊？你整天看着我了，我吃饭上厕所睡觉你都看着我了，你就现在不爱，现在太忙了。这转悠啥，这吃跟你没关系啊。知道能不管你吗？反正你这就稍微简单点。哎，你这个小猫咪，你怎么能吃人类的饭呢？你想拥有我这么好的智慧吗？我知道你在里边呢，你给我出来，我都看见你了。哎，你把书包给我，快点，我得出门啊，尿啊，我不出差了啊，行不行？不是，接这样式行不行？我就出个门，一会儿我就回来了，行不行啊？哎。
晒三天，给尿的整出阴影来。来吃，这罐头这玩意儿，这不常态吗？是不是？我出个门啊，一会儿我就回来。哎，别吵了，明天回来啊。三天了。出差的时候事情真的没谱。哎呀，还好今天终于可以回去了。Boss！尿子，我回来了呀。他听见了，他听见了。怎么叫？尿子，尿子。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哎，没骗你，这不才一天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干啥去？我去青岛了。能不能别盯着他了啊？能你还巴巴看？这最后一只了，这是。你这事儿，你就心里边没点愧疚吗？啊？哎，去，还挺忧伤。哎呀，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情绪这么低落，估计你不能吃，白给你拿罐头。你别吃了，享受忧伤去吧。骗子，撒手！不是，你怎么那么得意你的脚呢？啊？哎，你拍穴位我行不行？哎，别那么着。哎，妞妞，你看这啥？走。就你那点小侄妇，你总想跟人类斗斗。你配跟我脱鞋吗你？这有意思。你咋给这儿呢？不用沾水了，来来来，你这么的，你先坐下啊。首先，你作为一只猫，是不是？你说你整天咬鞋，你这不是属于不猫不狗吗？啊？再一个是啥呢？有多大年龄干多大事儿，有多大鞋穿多大脚，这道理你不明白吗？啊？也不是没浇水。就是养不活。为什么养不活呢？不知道。你有可能就脚绝对养不活。对，你咋养都不带死的花，因为这是一棵大树。那就买这个吧。没年过六元的。这不家里的新成员吗？你咋不明白呢？这刚到屋不得给人喝点水吗？哎，别用手，洒了。你水不是在那儿的吗？我又没使你水。哎，啊，我夏天，你能不能不那么暴力啊？哎，这花怎么尿了呢？吵吵啥呢？啊？咋的了？看出啥了？那不燕子吗？你没看明白吗？他俩在这做窝呢，他俩一家的，两口子。你这给你气成这样了，怎么？那我也管不了啊。那不是咱家，那是咱家楼上，别人家空调没事啊，坏了坏了跟咱没关系。啊，这破虫子有啥好看的啊？你都看了它一个小时了，知道啥？你知道？你能不能关注关注我呀？啊？看我尿我看哎呀你过来呀，寻思啥呢？哎，好凉啊。哎呀哎，我没整完呢，下去。哎，
我一会儿一洗给你就完了呗，我先吹完不行吗？往哪儿拿？哎，书记，哎，书记，我你尿尿。养不起了，谁抱走吧？哎哎，三岁，哎，反了。行了，还陪脖子再秃鼬。现在的蛋糕都这么硬了吗？这也太硬了吧！来吃吧，我过生日了吗？这不是？哎，你又打我！你过生日你意思一下行不行？我要我白买。哎，你别躲。躲躲躲！你再躲，你再躲躲！哎，300块钱就买了这，还老查房。哎，压死我了！我第一回见你的时候，你才那么大点儿，当时是在那猫贩子家里边，那是谁呢？那好像是你二叔，你当时跟你二叔在那磨坊的家里干仗，当时你也干不过人家，嗷嗷叫唤，但是凄惨的叫声改变了你的命运。你是家里的奇特成员，用自己的方式与我交流相处。你翻谁白眼了呢？都说猫咪鄙视人类，其实一边是鄙视，一边是用自己的方式照顾我。你这样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你能洗出来了吗？啊？不是我养你，更像是你陪着我。你身负重任，却毫无怨言。谢谢你出现在我生命里。生日快乐！猫砂有限，屎尿无穷。我干啥呀你？吓我一跳！天天的，你说你对社会有啥贡献啊？就知道拉屎，你老看着我干啥呀？你有啥信不着的呀？我能吃了你这玩意儿？扔了？那我不扔了，它不臭吗？不是你啥意思啊你啊？哎，你防贼呢你？哎你，能不能过了？哎哎，你给我下去！你没看着我阅读呢吗？没眼力见儿。哎，你别整！哎，起来！咋的？哎，不是你有话你就好好说呗，给你不就完了吗？这就是一个看小说的 APP 嘛。它这个 APP 是啥意思呢？就是它是对话形式。你看一说一说，哎，就是像跟人聊天似的。算了，你不认字儿。哎，哎，你认字儿，你认字儿，你认字儿。哎，给你。哎，你别点那么快，你慢点的。哎，哎，我看不清了。哎，喂，能听见吗？喂，哎，你好，你们店有那个就是掏耳朵的那个什么护理啊，那些那个套餐吗？那多少钱那个套餐？我去，能便宜点吗？哎，喂，哎，我现在过去啊，走了妞啊，我让你出去老往外看，一出来就完蛋。怎么拍这呢，大哥，给点面子行吗？这等啥呢？这爪子是打谁呢？这是？哎呀，吵吵啥？一点不能享受呢。豁牙露齿，吃饭跟种地似的，烦死！你这腚事多长啊？你受够了？哎，尿尿！你们干啥呢？哎年轻的纺织姑娘，干纺织活啊啊！住手！我说住手，听不听着啊？我说住手，听不听着？不是我急眼了，你没看出来吗？哎，我撒，我拿猫砂、猫粮，你二狗，现在又来祸祸浴巾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
啥意思？雪纺织这个事儿也行。哎呀！不行了，这玩意儿你喵喵，你在哪儿？喵！你说啥？你以后还敢不敢打你爸了？喵！行。嗯。尿尿是不是摇花了啊？你翻谁白眼了你？你快点下来，花都给我整坏了，快！你看花都给你整啥样了？那么听话啊？你还咬？能不能听话啊？尿尿尿尿尿！如果你乖，给你买条街；如果你不乖，给你头打歪。我。哎，你又来硬了是不是？你吃不吃吧？我就问你，拿过来就完了呗，磨磨唧唧的，你说你吃不吃不吃？今天我跟你说，我就让你百依百顺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我就要驯化你，我要你向我低头，握手，吃，握手，吃，握手，吃，没了。哎，啥事就得训练。早张婶不就好了吗？相处多愉快呀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学习学累挺了啊！来，再巩固一下学习成果，来，再握个手，来。哎哎，尿尿！哎哎，不学了，哎不学了。谁教的跑的？啊！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，全场比赛拉开帷幕。一开场，廖队就体现出惊人的战斗力，他接到队友的传球，哦不。他直接用手接住了球，无所谓了，是手是脚，谁又能分得清呢？比赛继续，依靠行云流水的带球技巧，他独自一人直插敌方禁区深处。此时门将两眼放空，他的内心是孤独的，就给这孤独的门将来个痛快。尿子弹起皮球，凌空就是一记抽射，足球的轨迹化作一道完美的弧线，并牵绊着每一位观众的心。哎，什么？对方门将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，向来球方向迎面扑去。什么？对方门将居然用嘴叼住了球，这一切来得太过突然，前锋尿子显然有些沮丧，但是这就是足球，这就是体育的魅力。集合到我这里来，快上车。前方有敌人，打得不错。春天如期而至，温暖的阳光包裹着一切，河边的人也多了起来，大家看着比平时都要高兴。哎，琢磨啥呢？那是狗子，你看啥？我去尿尿，你不会对狗感兴趣吧？我知道春天来了，你各方面都不得劲儿，但是你也不能找狗子去。哎呀，尿尿那玩意儿真不行。你是猫，你不能要汪汪。哎，不玩了，累死我！你给我拿过来，尿尿，我都累死了。哎，不整不整。哎，别吵了，放起来了。每天只能玩一会儿，限量的。不行，放在里边它能拿住。你别跟着我。哎，不玩了，累死了，收起来了。这红棍子也挡不住你，我看这回你能咋够？哎哎，尿，你快下去！
哎呀，疼！你先下去，你先下去，我给你拿。哎，你说你天天的。我去，娘子。你是不是想下楼看看去？走吧。叫的，这是啥呀？哎呀！来个人把你吓了！尿！哎呀，这回家！完蛋！哎呀，尿！哎呀，手！这个是尿尿的临时女朋友，长得还可以，就是这个体型不太般配。这个楼下有什么玩意儿好看的？你俩天天在这瞅来瞅去的，完了看就看，你还这样式的，这勾着对方干啥呢？这是纠缠啥呢？这是 ，sorry， 琢磨啥呢？哎，妞妞，干啥呢？别那么猥琐啊！哎呀，尿尿，你就是太着急了，你这各方面你都没考虑明白。哎呀，你还吓唬人家，你这明显不是一个级别的。哎呀，小母猫回家了，别吵着了啊。哎呀，没事的，舔我的，这不一样吗？家里边全是你毛，就那瞅，就那瞅，啥毛你帮不上。走，能不能有点眼力见了啊？我说你挪个地方躺。谁行？你看这是啥？走。花花四零。喵。喵。喵。笑死我了！不玩了！别玩跳滑！哎，你这，哎！握手！2019年的春节，尿尿第一次主动牵我的手，俩人都是头一回，心里巨他妈紧张，还把脸转过去。那握你都握了，你就不能态度好点啊？来吃吧。哎呀，我懂你这心里边有我、啊、你不就是不善于表达吗？你这就是抹不开，有点小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、你什么意思你？哎，你别走啊，你不吃了，你没吃完呢。哎，妞妞，你们猫啥的不过年吗？平时啊，对，说的就是你们猫。那你给我们人类拜个年行不行啊？你要拜年，我给你个罐头。哎，来拜年，这么淡定吗？不是罐头，哎，看那儿，罐头你不要啊？这个要不要？哎，你先别抢尿，你我这拍视频逗你呢，我这不能给你，你里边是真钱，你给我咬坏了，我花出去。尿，别咬！够衣服坏了，衣服给你，你说你这钱呢？你这上哪儿花去？你这钱呢？你说你整天在家翻箱倒柜的，你这整天研究这些玩意儿干啥呀你？啊？你要不你去开锁公司上班去吧，行不行？哎，你说你天天的，你在哪儿呢？我，你不是第一次进来了？你这啥时候给我？哎，你啥时候给我咬的啊？这地方，我靠！你是耗子呀你啊？我这指挥箱子怎么咬成这样？啊！哎，行啊，你给我等着。3、2、1，
weed every day. 强攻不行，只能智取了。强攻打不过你。呀呀，哎呀，吓我一跳。你知道你为啥打喷嚏吗，尿尿啊？就是因为你肚子里边有虫，这虫给肚子里头爬呀爬呀，你就爬这儿了，然后你就打喷嚏。你把药吃了行不行啊？又打我？不是，你先尝尝，你尝尝啥味儿？尝完了你再说行不行啊？你闻一下啊。哎，行啊，小犊子啊，我不出点绝招看来是不行了，我跟你说。亮亮，红贵了。还是抵不过人类的智慧啊！撸啊，别动，老实点。张总，我这手法是不是倍儿专业啊？专业的背后都是代价。哎，驱虫药三个月吃一回，巨不想干这个事儿。这药好吃，哎，可好吃了！你快过来吧，让你快过来吃了吧，100多块钱呢。你尝尝这味儿，这味儿还行。刚才我舔了一下子，你闻一下。啊！哎，太过分了！你们这我就得实施强制措施，像你这种孩子，你给我过来！你是皮紧了，尿尿啊？哎！哎呀，脑瓜子有点迷糊。哎，为什么又把药送回去了？有点懵了。下期见吧。哎呀，你说你整天盘你那破玩意儿，有啥好盘的呀？啊？哎，这家伙，这盘子，这感觉还挺好。来，让我也盘一下。俩人盘快，你怎么不明白呢？你别使那眼神瞅我啊！那怎么行？你盘不行，我盘呢？你借我盘一下子。哎，给我米饭。啊啊！整没整好，还反了。都12点多了还玩？不玩。哎，你吵吵啥？谁能听明白你说啥？我跟你说，你别整天惦着羽毛啊！哦，你就打我，你给我过来！哎哎，不是尿尿，尿尿，这都是谁教你的？尿尿，你这集是不是要澄清？啊？哎呀，没掉下来呀！尿尿，你这是不行的，尿尿，你这里边卡住了。哎呀！哎，尾巴！啊！尿尿，你虽然进去了，但是这毛在外头，你俩还是不在一个地方。你看你费了半天劲给毛整出来了，然后你自己把自己关里了，给关灯了，睡觉，你在里边待着。Smoke weed every day。 哎呀哎呀哎呀，你说哎，不玩累死我了，自己玩吧，你自己玩吧。哎，不给你整了，累死我了。哎，我不给你整了，太累死我，胳膊都酸了。哎，你拿走，我不要破棒子。你这就是玩物丧志，你整天玩这玩意儿能行吗？得节制点。哎呦，我不玩了，你多大岁数？我多大岁数啊？不整。哎，行，给你玩。哎，我就整不明白这玩意儿有什么好玩的，这破羽毛子。玩，来玩。尿尿，我跟你说，我早晚被你累死，哥，你这个傻子。你说这玩意儿好玩吗？尿，不是尿，刚才咱说了吗？不是隔着这凳子打。你怎么不明白呢？这不游戏吗？这不得有规则啥的吗？打不着跟踢猴，打不着就对了。哎，我就可想找着窍门了。我跟你说，就隔着这打，我还能占点便宜。哎，你就犯规了，你下去，你只能从这儿打。今天说好的。哎。你玩赖了，尿尿，你给我过来，就只能隔着这个，你玩赖了，你个赖鸡包子。没，我没说你，我没说你呀、啊。
娘你过来，娘娘娘你在哪儿呢？出来啊。哎，要不要要不要，整不了你了我还。别吵吵，娘我操，你这小孩怎么一点不懂浪漫呢你。哎呀真干净，哎太好了，这大尿。哎不行，那尿，哎尿腰掉了，腰全掉了你。哎哎呦尿我都出汗了，你给体谅体谅我行不行，我这么大岁数了呀啊。哎冲冲得了，你就驴吧你就驴吧啊。是吧，开门开门开门。尿尿我给你整这鲜花浴你不感谢我呀。啊哎呦我去，这太苦炫了吧。哎呀这开机速度挺好。尿尿从你创的全是那破包。创坏了新的。哎是不是手欠啊，走走走走。哪儿都是你，整个哪儿都是毛病。哎看啥看，人家这都属于是高科技，你个小猫咪你能看明白啥呢。哎你又动手。哎哎哎啊，你是不是以为我打不过你啊。哎你要看你就说呗，你吵着吧，这不是联想暑期促销吗，完了我就买个高性能的电脑吗，这说白了不还是为了给你剪片子，完了你还跟我吵着吧。哎行没事儿，下回你注意点就行。我给你商量点事儿行不行。就是吧，就别人家那猫就会那个事儿，就是你明白吗，就是你能不能给我也整整啊。哎哎你干啥尿尿，别动手啊。哎对对对对，哎呀哎呀哎呀哎尿尿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就是这。哎呀尿尿我这，哎呀这心情啊，我这此时此刻我只能吟诗一首了。哎呀好嗨呀，感觉人生到达了高潮，感觉人生到达了巅峰，好炫彩好震撼。那个弟子又在瞅我，那咋的了。哎哎我咋的你了，哎尿你这样，我刚进入状态呢，我咋的了，我尿湿怎么了，我不能表达一下我自己吗，你啥意思我不明白，大点声。你也有今天呐。我整不了你没天天的。谁手上有筹码，自己你心里边没有数吗，你现在啊坐那块儿牛啊等着，整不了你了，我消停的啊，你吃不吃了，你还打我啊，着急吧没有用了，一切都要听我走回去，你给我打我，我一个手切我不好拍啊。尿别吃别吃啊，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呀，尿尿我错了，对不起尿。大尿你睡着了吗，对你就好好睡，哎哎闭眼睛吧，哎睡吧，哎哎不是尿，我就是腿麻了。哎尿我去尿那算了尿。我发誓我再也不坏了行不行，你就在这吧行吧，那我答应你了啊，以后和平共处啊。尿睡觉吧，早点睡觉啊，早点睡觉身体好，回门了啊尿啊，夹住你爪子快回去。你都说我更新慢，你说我这我不敢碰电脑啊，主要是先把电脑给我行不行啊。哎呀我想剪会儿片子。亮亮我得更新呢，哎我靠你居然还知道把自己藏起来，你是不是成精了，亮亮别害怕行不行，出来。哎别往里钻了没地儿了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
尿的，你是不是指甲长了？我给你剪剪啊。来，过来。哦，不剪不行了，我生气了。尿，你给我滚！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生气了？我说强势，这次就一定要强势，我一定要收拾你一次。你滚！我整不了你了，我一天天的。啊！你给我挠的，我这个腿还有这个腿，老实点啊！有点紧张。干嘛干嘛？吓死我！再怕不怕我了？就得强势对待你，是吧？尿尿！剪完了，能咋的？最近给尿尿买了好多东西，但是最令我满意的有可能是这。这是一个高级玩具，这个可贵了。谢谢您的信任，我们会更好。谁们会更好？什么鬼？我买的不是二手的。给我啊，没整完呢。拿来，用用。羽毛被叼走了，先剩个棍儿了。就这么玩吧。完了吧，完了吧，让你整，使那么大劲儿整。哎呀，哎妈，太残忍了！不是你是玩具杀手吗你？今天不拍尿尿了，咱们今天拍这几个小孩。我先介绍一下他们都是谁吧。这个左边这个呢是老大，上面那是老二，下面那是老三，右边那是老五，最前面那个是老六。哎呀，爱选谁吧，无所谓了。对，为什么没有老四呢？就前两天吧，就他们几个呢，就去那个鱼缸，去这个对面玩去了。就玩的一高兴嘛，就天黑才回家。然后这一回家的时候，哎呀，这发现坏了，这老四没回来，这回就有点着急。这大半夜的，你说这上哪儿找去？然后就紧接着就报警了，然后把这警察就来了，就去这个鱼缸对面去找去了。你看看啊，这昨天是一天，然后前天是一天，加上今天第三天了。就一点信儿都没有。现在是怎么回事呢？现在就是每次现在一提到这个老四吧，大家就基本就谁也不吱声。这事儿之后吧，就再也不去鱼缸对面玩去了。小区后边公园有一个轮胎，在这放了挺长时间了，在这儿给尿尿做个小窝。哎呦！哎，什么破玩意儿！喂，一个手咕噜点，不好咕噜，平衡掌握不好，咕噜快点就好。这是个下坡，我操，有点快了。好平衡。我是啊！你先别钻，脏，我洗起来给你用。完活，检查吧，检查，看好不好使。哎呀，弄散个是，咱这关系，见外了啊，见外了。七点吧，岁数大了，没那么多觉了，主要是手机响了一宿。娘，你昨天晚上是不是也没睡好啊？娘啊，我也没睡好，太激动了。一夜爆红。哎呀，你稍微懂一点数学吧？不是，你要干啥呀你？你能不能不给这看着我呀？能不能别在这晃悠啊？走，你走，离我牛奶远点，我跟你说啊。哎，你啥时候学会闭灯？行，你闭灯，你就在这睡觉吧啊，洗脸。哎呀，这个天，为啥把灯闭？我就说吧，你干啥呢？那没跑这来了呢？还把灯给我闭了啊？你是不是喝我牛奶了？没喝。我跟你说，我就知道你不太承认这事儿了。我跟你说，幸亏我留一手。因为你闭灯我就看不见了啊！我没有这我都给你照下来了，4800万像素超级夜景拍摄都给你使你身上，你看是不是你啊？我拍下这些照片不是要证明我有多了不起，
我只想告诉你，我失去的牛奶我一定要拿回来。喝了就喝了吧。尿尿，你是在哪儿都能睡呀？你睡我充电线上。睡睡，没事没事，我就试试睡不睡着。就咱俩这关系，我还能坏你咋的？我就是想充个电去。你接着睡，接着睡啊！别这么看我。尿错了，尿尿错了，尿尿，我能害你吗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说我跟你玩一会儿，摸摸你头，你没有让我摸一消停过一次吗？你说你整天，你说你跟个猴子似的，你整天，你能不能像个好孩子啊？你这样以后能有什么发展？我还总能让你打着我，你不吃一堑长一智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这相机都跟不上你，这个曝光都不行，结尾对不上了，速度太快了。哎呀。尿尿，你知道为什么你活不了？就是因为你长得不行，长得不可爱啊！人呐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，过什么河脱什么鞋，有多大屁股就穿多大裤衩。我对不起你，我知道你才发现你大女人。啊，对不起你。那咋办？你说啥？咋的了，尿？这不看明白啥了？嗯？尿，你给我过来，这不都日子了吗？啊？出来。给猫洗澡，非唠嗑，第一步骗猫。哎，羽毛的，哎，我是小猫咪。不打错终身错。第二步夸猫。哎呀，太勇敢了，你这个勇敢尿啊。啊，沐浴乳，不喜欢沐浴乳吗？啊，多滑溜啊！哈，哎，你回来。第三步威胁猫。忘了，我给你准备了洗澡后的罐头。如果你这样式的不听话，一会儿我就送给外边的小流浪了。那好了，去吧。第四步帮助猫，来帮你舔舔吧，你还是挺快。哎呀，我算了，你自己舔吧。骗他、夸他、威胁他、帮助他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只干净可爱的猫咪了。嗯 ，Square。你看啥？他那不是欣赏美丽的风景了吗？你怎么不明白呢？下来吧。哎，那我就说吧，啊，你早晚被外边那燕子给带坏了。不行。赶紧走。关门了，你找燕子看风景去吧。哎，别挠了。你说你天天的，你这尾巴怎么？来吧，还是这个比较适合你啊，旅行串串，不用出门就能去到世界各地。完了，没准你还能溜达，还能找个小姑娘。嗯，玩吧。晚上蹦大迪，白天睡大觉，说的是不是你？倒班了，该我蹦迪了。来，起来，溜达。哎，别睡了，上学了。黑猫警长。哎呀，真叫大眼。咋又醒了呢？你这叫显的，你这叫啊？啊？来，我给你按摩，给你调理一下包得。你来个头疗、脖疗、脚疗、手疗。哎，点穴。点穴了啊！我跟你说。哎呀，跳！哎呀，走！哇塞，泥土的芳香！哇塞，大鱼点子又大又圆。欧美尼亚，我闻一下大鱼点子的味道。哎，这大自然这是，你怎么不明白呢？多好啊！我，怎么了？你就说直接往上跳啊！直接往上跳，打你！你直接往上跳，我不整你，他们就跳出去了，你就啊！跑那么快干啥？上哪儿去？
尿尿，尿尿，你在哪儿呢？哎呀，爱你！我不是把你从楼上掉下去吗？哎，我出炉了。嗯，好了好了好了。